第一章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故常无欲，以观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观其教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第二章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；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；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万物作焉而不辞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夫为不居，是以不去。第三章，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常使民无知无欲。使夫智者不敢为也，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第四章，道充而用之，果不盈。渊兮似万物之宗，错其锐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。湛兮似若存，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第五章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天地之间，其犹橐龠乎？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多言属穷，不如守中。第六章，古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之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第七章，天长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无私也，故能成其私。第八章，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
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人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第九章，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追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十章，在营破抱衣，能无离乎？专气致柔，能婴儿乎？涤除玄览，能无疵乎？爱民治国，能无为乎？天门开阖，能为慈乎？明白四达，能无知乎？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